十五岁嘅上挑姚卓菲，2020年参加第一季《星梦传奇》，夺得亚军之后出道。早前上挑就透露将会出发去到纽西兰升学，令到唔少小飞象都担心佢会退出娱乐圈，组成嘅女团 After Class 或者会就咁解散。不过上挑就强调只系暂别娱乐圈，而且仲会继续推出音乐作品。而话咁快，上挑星期二就低调起程，佢嘅家人同埋好朋友亦都有去到机场送别佢，有传媒更加影到佢当场泪奔，可以见到佢非常之不舍啊！而姚爸爸亦都表示唔舍得女女离开身边，希望女女去到海外读书可以见下世面。而上挑就喺 IG 限时动态分享喺香港机场影嘅片，同埋飞机上拍摄窗外嘅美景照。